一峰哥，难道你真忙的没有时间给我写信了吗？可心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？该不会是你的继母一一检查你的信件，给你脸色看吧？哎哥，你看这好不好笑啊？她以为她是灰姑娘啊。原来是你，把一峰哥给我写的信都还给我。我就不把信还给我。还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真的不知道。我讨厌你，就是因为天生命好，就可以应有尽有，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？这不是我的错。哥，你把信还给我。我的信。这些都是一封写给你的信，要吗？要。那我还给你。你不要撕，你把信还给我。你不要撕，你把信还给我。你不要撕，不要撕。还给你。我可不是特意来看你的啊，只是从这路过。哎，拿着。哎，你就不怕我妈在？嗨，我在楼底下蹲着呢，你以为我傻？我知道他们都不在家。好，随便你穿不穿吧，我走了。你又没钱，干嘛给我买这个？嗨嗨，臭小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走了。你买不买东西我无所谓，只要你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臭小子，我走了。爸，干嘛？以后别再向我妈要。别别别，干嘛呢？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有钱。哎，你以为我是叫花子呢？别别别别，你不是吗？哎呀，沈大明星啊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啊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以后不要再过来。哟，天丽啊！哎，你别说啊，你穿这身真像有钱人家的孩子了。哎，要是在大街上的话，说心里话，我还真认不出来了。妈，干嘛呢？哎，天丽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对孩子一个样。啊！你看他吃了个头，像叫花子似的。钱我也给了，孩子也给我养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是来勒索我的吗？什么话啊？说什么呢？啊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以为我愿看你啊？我是来看孩子的。我也不想看见你了。婷婷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！行了，待着吧。不走了，快滚！哼，滚了你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把那个无赖、那个人渣带到我家里来，你明白吗？我不许你这样骂我爸。是他不要。是他把你们送到这里了，我才来这。他不是人渣，他是什么？
看你呢，你又比那个垃圾人渣好到哪里去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有做到一个妈妈该做的。我没有做到吗？我生你养你，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们读书，我没有做到吗？你那个醉鬼老爸啊，一双鞋都把你给收买了。你知道今天爸爸为什么要送鞋给我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哎，天磊哥，你怎么了？天磊，天磊，哥，哥，这是我第一次煮的长寿面，你尝尝。这围巾真好看，这是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哥，你戴这围巾真帅。人都走光了，怎么还没有出来？可心，可心，可心。真是的，都发烧40度。哥，你的背真的好暖。好